开床戏吗？我个人吗？对，不常。不常，所以现在忐忑吗？不常拍床戏，真的。现在情绪是忐忑还是？现在情绪是期待。其实我是驾轻就熟。嗯，要保护我哦。你想我吗？想我有什么用？一回来就往这边跑，在这里。他就帮我吃火锅，一回来就往这边跑。有没有看过拍背影的那个女主角跟流氓在聊天，偷真搞，那要往下亲，我差点就听他的往下亲，往下亲下去还得了？要付钱呐，20块。我有80块找你。每周六晚上9点 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飞跃龙门客栈》。